一位年过花甲的六旬老人，一套设备齐全的鱼豆腐成型机，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鱼豆腐之味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节目，我是主持人丁西。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华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华老师爱吃鱼吗？爱吃，尤其最近吃的比较多，因为有点发胖嘛，然后听说这个鱼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且脂肪含量比较低，所以最近吃的比较多。那您都爱吃什么鱼啊？我爱吃的鱼呢，简单来说就是只要这个鱼刺少我就爱吃。哦，是吗？您这个关键点就是看这个鱼的刺儿多还是刺儿少。对，是的。您是怕卡。对，因为就是挑鱼刺这个不是特别擅长，所以如果这个鱼刺比较多呢，吃起来比较费劲。但是呢后来发现吃一些鱼肉的加工制品也行，像现在经常有鱼丸啦，还有鱼豆腐什么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发明项目呢，就能解决您这个怕鱼刺卡的问题了。咱们一起啊去看一看。鱼糕又名鱼豆腐，作为我国民间传统美食，鱼糕在民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以鱼蟹肥美的洞庭湖畔分布最为广泛。为了进一步了解传统美食鱼糕，我们的记者找到了远在湖南湘潭的一位鱼糕师傅，在这里我们见证了最为传统的鱼糕制作工艺。那向师傅，咱做这个鱼糕大概都需要些什么材料啊？淀粉、糖、盐、味精。那主要的原料是什么？是鱼吗？主要是鱼了。那咱这块看还有鱼是吗？所以我试了，现在试了三条鱼放在里面。那我们去先把鱼抓一下。好。有。向师傅告诉我们，要想做出美味的鱼糕，往往采用鲜鱼，保证取材的新鲜。而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取鱼糜。所谓的取鱼糜，就是将剔出来的新鲜鱼肉先用刀背剁散，再用刀刃剁碎成泥，形成鱼糜。就是先用刀背把它剁散掉。剁散掉。然后再翻过来。再翻过来，再用刃剁是吧？对。翻过来之后就是把这个都吸了。要切出合格的鱼糜，师傅们往往左右手一起下刀，把握剁鱼肉的时间和节奏。看着这左右开工的架势，我们的记者也来了兴趣，可没曾想这左右开工在我们记者的手上就不大灵光了，记者的动作也显得有些笨拙。看着您做的好像挺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刀老在向师傅的帮助下，几经努力，记者眼前的这块鱼肉终于被剁成了泥，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儿了。向师傅，你看我剁这么久，这个可以了吗？可以了。我现在剁完了，整个肩膀都是酸的，看来您这个工作真的是挺辛苦的呀。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要淀粉。取好了鱼糜，加上淀粉、调料等，形成鱼浆。为了呈现鱼糕的最佳口感，鱼浆的匀和也非常讲究，需要人们将鱼浆按照固定方向充分搅拌，直至鱼浆起沫。那这个搅拌的速度有要求吗？有要求，尽快的搅出来。那行，那我试试行不行？好，你看我这个速度行吗？可以啊。可以啊。还快点。再快一点。我觉得我刚搅这个速度就已经很吃力了。还要放点水。还要放点水放在里面。还要放点水是吗？放点水里面。行吗？好了，好了，可以了是吧？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不是很容易，因为你看这个一直在搅啊，看来真的是很辛苦。再搅一下。等等啊，这个就是粘头，是不是？这个就可以了是吗？这来的就是粘的。就可以了。我们的记者费了好半天时间，这才将鱼浆充分搅拌好，提前烧上开水，装上盘，接下来就可以上笼屉蒸了。来给您。好，好的，师傅。我来。
好烫啊！好烫，慢点，好烫的。这个锅果然很热，来我帮你，慢点，不要烫到手。大约20分钟的等待，鱼糕终于蒸熟了。可是要想尝尝自己亲手制作的鱼糕，还得等上5分钟，等鱼糕冷却下来。夏师傅，咱这个冷却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可以了是吧？有点烫啊。味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我试一下。味道？味道可以吗？没有。肚子时候啊，没做了嘛，肚子那么均匀，没得把这个肉细。看来我这个力道还是不够。那向师傅，你看我们大概花了2个半小时啊，才把这么一点点的鱼糕做出来，真的是很费时啊。而且你看站到这里边，你现在就已经都是汗了。那您觉得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辛苦。我现在干了10年，那我干不动了，我家里这个儿女都不愿意干。因为这个活太辛苦了，人家有个机器啊，搭起这个东西啊，就更加好了。我就把这个想把这个鱼豆腐啊，前面推广一下，或者扩大规模推广一下。那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主要啊，现在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机械来做鱼糕。那您等到我要是联系好有这样一个机械的话，我一定跟您联系，好不好？好，那到时候我就感谢你啊。主要是我也谢谢您今天教我做鱼糕。我是应该应该。发明人唐正平，发明项目鱼豆腐成型机。唐正平今年61岁，湖南湘潭人。从70-80年代投身机械行业以来，唐师傅在机械行业已经摸爬滚打近30多年，这让唐师傅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现如今唐师傅退休在家，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购物网站上淘东西。跟大家不一样的是，唐师傅淘的不是服装鞋帽，却是别人丢了不要的坏收音机。时间一长，唐师傅的收藏室里积累了不少的收音机。这些坏收音机经过唐师傅的修理，竟一个个生龙活虎起来。这一爱好让唐师傅的退休生活找到了乐趣。一次，唐师傅应朋友一家人的邀请前去聚餐，餐桌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唐师傅陷入了尴尬。大过年吃了这个很好吃的嘞，小孩吃多吃点鱼，小孩吃生饼好吧？听到没有，爷爷说吃点鱼了，说要多吃点。这就是大白饭的蛋白质的。我们看一下。自己一句无心的话，多吃鱼聪明，却使得小朋友出现了意外，这使得唐师傅非常自责。回到家里，唐师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思来想去，传统美食鱼糕既能保持鱼肉的营养物质，又能去除鱼刺，食用方便。想到这里，唐师傅决心要发明一台制作传统美食鱼糕的机器。可是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呢？妻子的一个举动引来了唐师傅的关注。看到这儿，唐师傅心里暗自高兴，这一下心里的石头才总算落了下来。凭借行业里多年的工作经验，很快一套鱼豆腐成型机就制作出来了。几经辗转，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这位发明人。你好，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编导蒋金。咱这个现在这个鱼糕机做的怎么样呀？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吗？那咱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呀？首先就是这个是绞琴。这不是咱家那普通的那个绞肉机吗？这个结构不同，里面结构不同，它这个绞肉跟绞鱼是两码事情。这个肉就是这里放进去，你要放进去，你要通过这个炉火往前推进，这里还是这里出来。那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这个鱼的纤维吗？不会。那像您这个肉绞完了以后，还需要做什么呀？我是这个磨浆。啊，磨浆。啊对。那像这种的话，这个磨子的话，跟普通那个磨豆浆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有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他那个磨出来，直接磨出来了。我这个是在你磨这个凹晶砖上面带着泥保持一段时间。啊，在这块儿呢。然后变成浆，再你还在流出来的。哦，只要让它在这个磨子上多磨一会儿。啊，多磨一会儿。那咱这个步骤做完了，还需要做什么？嗯，那个就你看就灵活了。啊，这个就是吗？不是，也是电动的啊，这个电动的。那我看您这像它这里边好像还有四把这个旋转的这个东西。啊，对。主要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到位，它产生一个离心了。这不都在前面等着它压抑一个细腻发生的。哦。稍微有个流失的感受。哎，那唐师傅，像咱这个云盒以后啊，要怎么样处理呢？你放到这个蒸出来。啊，放这个蒸笼啊。这个主要是。就是光把那个云合出来的，那个分成半转瓶吧，放在这里面就蒸的能高了，通过高温，你看是那个成型。那像我们这种蒸法的话，对这个温度啊，还有这个时间有要求吗？它温度低了，所以酱这个东西吃还是能吃，但是没有口感。嗯，那主要是这个要看自己掌握了。啊，那靠自己人去掌握。其实今天呢，我来啊，就本来还是带了跟一位老师傅约的，啊，可能他这个还没到，有点事给他耽误了吧。那我看您这好像准备了鱼，这是先要做吗？对，我先要做。唐师傅的机器第一次亮相，机器制作效果全然不知。看着旁边正好准备了两条鱼，那就先试试再说吧。撕去了鱼皮，去掉了鱼骨，正准备绞肉，向师傅也赶了过来。哎，向伯您过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做那个鱼豆腐机器的。对，唐师傅。好，唐师傅，好，你好，你好。哎，像唐师傅，看你绞肉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呀？啊，速度不快。咱能不能再快一点吗？这不行，这个手指转不到劲了。哦，您觉得这个怎么样？这状态？这个那个可能那个油脂不行。我这肯定可以啊，绞出来的。我绞之后就可以了嘛？可是还磨，还磨是吧？啊，对对对。哦，我们是要接下来磨是吧？啊，对对对。唐师傅，像咱这样的话放进去会比较麻烦呢。啊，没关系没关系，自己留下就好。哎，像我看您这个料啊，它要您用筷子往里头擀，这个好像不是很方便啊。它为什么会不往下走呢？它这个水不够。哦，料还是太稠了是吗？没关系的，这油脂效果好就可以。哦，也对，主要是口感是吧？唐师傅改进的电动石磨，看上去有些新奇。但是这机器入料的表现显然不能让我们的记者满意，操作不方便，那么打制出来的鱼糜又会不会好些呢？一般般啊。唐师傅，我们这一步进行完了以后进行的是什么步骤？云盒。云盒是吧？好，那我们进行下一步骤吧。好的。倒上了鱼糜，唐师傅依次加上了淀粉、糖、盐、味精等调料，接下来就是匀和，也就是将桶里的原料充分搅拌。可是这匀和的过程并不顺利。哎，唐师傅，这个是怎么搞的呀？就是不该盖就是这个。哦，不该盖的就会这样是吧？这个还能继续工作吗？可以可以。哦，那我们等会儿能看一下里面那种状态吗？可以可以。这个袋子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嗯，这个它的手作矿把它当着里面打上来的，这个状况还可以。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温度啊，这是为什么呀？这个也不是很高，这是可能是转速太快的原因。哦，是里面那个搅拌刀太快了，是吗？啊，太快了。旋转起来。搅的时间长一些。哦，那这样会影响口感吗？应该不会。那个现在可以蒸了吗？可以可以，下次就蒸了。嗯。蒸制鱼糕需要事先在餐盘上抹上一层油，这样才能确保鱼糕不粘连。那咱这个一勺一勺舀出来啊，这是不是有点麻烦了呀？这也好，不麻烦。唐师傅告诉我们，蒸制鱼糕需要事先预热，将开水烧开后再进行蒸制。一般而言，20分钟的时间即可蒸熟。一晃，20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夏伯，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做起来这种感觉？
外形还可以，外形还可以，但是没得人这么漂亮，还是没有手做的漂亮是吧？你看刚才您切出来就有刺了。哎，对，其实没处理干净。而且咱这个手工这个鱼缸啊，它不就要求没有刺吗？这个偶尔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是吧？那跟咱这个机器有没有关系啊？嗯，肯定是没有处理好的。哦，那夏伯啊，像咱做这个手工做有没有刺儿啊？没有刺，但是在它这个有刺，活动发散的。您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没得，我应该不属于这个。第二个，它里面有鱼刺，这是不会的。啊，主要有鱼刺。嗯，像这个颜色不美吧？我们那个做出来有个高刺红色。哦，咱这个有点颜色有点重了是吗？颜色重了。那看来咱这还得下功夫，再好好改进一下，好不好？那这样吧，咱夏伯啊，今天也麻烦您了。那下次等到唐师傅再做好机器的时候，我们再过来看一眼，好不好？可以。邵老师，您看发明人这一套机器啊，怎么还会吃起来有鱼刺呢？他现在做的这个成品，这个鱼刺这个问题很关键。嗯，像我们想的话，如果他有鱼刺，实际上他这个机器算是不太成功的。是啊，本来觉得很放心，说这样没事了，但是呢，哎，他其实还有鱼刺，这样更容易卡着。嗯，确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呢打印了一个他这一代机器的一个工作流程。嗯，开始是用一个手摇绞肉机。把预先剔好的鱼肉放进这个绞肉机里，把它给绞成肉馅儿，然后呢再用电动磨盘，这个是它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电动磨盘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虽然它用绞肉机把成块的鱼肉给它绞成肉馅儿了，但是里边还有刺，还有这个鱼肉并不是很细腻的问题。正好我这里有一个关于磨盘的一个道具，鱼肉从这个料口里放进去，然后这种电动进行研磨。嗯，我们可以看，直接就是电动匀活机，就是把这个磨盘里，把它给磨完的这些鱼糜，然后把它放进匀活机里，实际上起一个进一步搅拌的作用。哦，它并没有筛选，所以它鱼刺是出不来的。哦，所以它磨盘的主要作用是要把鱼刺，还有这个鱼肉，一定要把它磨得细腻。所以它鱼刺最关键的实际上是在这个环节，就是它这个磨盘做的这个改进还并不是很到位，翻滚其实是无效的。对，所以它在这个环节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改进的。嗯，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发明人究竟对这些细节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呢？一起去看。口感不佳甚至还有鱼刺，唐师傅改进机器的初衷就是为了把鱼刺给去除干净。看着这样的机器，唐师傅非常失望，鱼刺研磨不干净，难道是石磨研磨的缝隙太大？一番仔细检查，唐师傅决心改变机器研磨方式，一番调整，机器总算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喂，你好，我那个机器又改进了。听说唐师傅的机器改进好了，我们的记者也赶忙赶了过来。哎，唐师傅你好。你好。哦，看咱这个机器现在改进的怎么样？现在搞差不多了。啊，搞得差不多了。对，这些都是吗？都是的。哦，我看您这个好像变化有点大呀。嗯，咱之前用那个绞肉的时候啊，咱是用那个手动绞肉的。啊，对。第二代主要就是改成电动的了，那尺寸改大了一点。把刀片绞的改了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比那个就形象肯定好多了。哦，那咱这个磨子呢？磨子我怎么见到啊？磨子就是这个。这个是磨子吗？啊，对，是卧式的。主要是说您采取这样卧式的话，可能是更方便出料是吧？啊，更方便出料。这个砂轮它变成平的下来了，平的就从上面直接下来了，你要推进去往前面就走了。哦。嗯。针对鱼刺残留的问题，唐师傅将立式的电动石磨研磨改成卧式的电动砂轮研磨。提高了研磨的速度，同时改善了鱼肉研磨的细度，这样即使是细小的鱼刺也能被充分研磨。同时为了改善鱼膏的口感，唐师傅在控制鱼糜温度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外面加水。啊，加水它就会降温吗？嗯，加水当然会不会产生温度了。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那个成型的，那个采用是个标准化的餐盆，做出来它就是一整块。哦，对，这个形状，这个画的，这个变成一块。
后来这上面就行了。可以的，就可以上。这么多机器啊，每一点都感应到了，嗯，感觉还挺好的。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那您能不能做一点给我尝一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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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是吧？那我们这样准备点鱼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准备一点佐料，嗯。准备好了机器和制作的原料，我们将阵地转移至唐师傅的院子里。在这里，我们将见识到新一代机器在各方面性能上的表现。哎，唐师傅，你看我们这个鱼也准备好了，咱这次你还自己做吗？来，我叫他们弄一下，他们比我做的好。哦，行，那您叫师傅帮忙吧。啊，好。和上次一样，简单的处理鲜鱼过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绞肉。这次唐师傅将手摇绞肉机改成了电动绞肉机，效果又会不会好些了呢？哎，我看这个转速好像还真的挺快的哦。啊，对对，挺厉害的。哦，而且这个鱼皮好像处理的比较好。手工没办法。哦，手工没办法。啊，没办法。这样就已经把骨都磨干净了，是吗？整个磨的都给挑了。制作好了鱼糜，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轻松了。加上了淀粉、盐、味精等调料，记者却被眼前这外形奇特的云货桶产生了兴趣。啊，您这个外边为什么也加水啊？加水就是保温，把里面那个浆包都盖住就行了。哦。它这时候不能升温。哇，声音好大。啊，没关系。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哎，挺好的。挺好的。和上次一样，20分钟的蒸制，5分钟的等待，唐师傅的鱼豆腐终于是制作好了。这个感觉好像上次的那个小翠好像已经没有了。没有了。而且好像这个味道应该比上次要好一点。咱就达到我的理想了。达到你的理想了。那这样呗，我之前来这边玩的时候啊，那个大厨做的还挺好的，那咱能不能把咱做的鱼糕拿去给他尝一下？可以。哎，马大厨，哎，您好，您看一下这个唐师傅做的这个怎么样？对，我相信比那个手工做的肯定好多了，味道行，但是我要看亲自看他那个做的过程，做一下我来试吃一下，看谁的口感好，好吧？那个也挺好。那行吧，那那个您把江师傅请过来，然后跟我们这个唐师傅这个机械啊，看这个是传统手工工艺做得好呢，还是这个机械的做得好。那行。请来了相伯，安排了场地，唐师傅就马上开始张罗起来，准备好原料，放置好设备，一切值得，比赛开始。咱做鱼糕啊，它的评价要求什么呀？要求就是细腻，嗯，然后弹性，然后没有鱼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一块了。哦，那唐师傅，那您觉得咱这3条鱼大概需要多久能处理好啊？处理3条鱼几分钟就够了。几分钟就够了是吧？夏师傅，您这边您觉得面对这么多机械，而且人家这边还有帮手，你有信心赢吗？有信心，根据他第一的产品，我肯定能够赢他。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好，开始。马师傅一声令下，两队应声而出，各自抓好了鱼，便开始了制作鱼豆腐的第一道工序——剖鱼。那您看老师傅那边刀工怎么样？也可以。也可以吧。他那个手法不同一点。对。哎，向师傅，这个鱼好撕吗？好撕。那咱为什么不用这个鱼皮呢？哎，我这个鱼皮啊。用刀做的时候啊，剁不烂。哦，那咱这个口感会比他们那个好吗？您觉得？口感应该比他们好。人工队依然还在处理鱼皮，机器队却已经处理好了鱼肉，机器队在速度上略胜一筹。这料为什么下
不去啊？放宽了一点，要少放一点，慢慢放。反应的量快了是吧？啊，放宽了。看见机器队开始了绞肉环节，这给了向师傅不小的压力。为了加快进度，向师傅三下五除二，很快清理了所有的鱼，也进入到了剁取鱼糜的环节。向师傅，咱们先开始剁这个肉了。剁肉了。看人家那边走，速度都挺快，肉都绞完了一遍了。好好，加油。嗯，好。接下来就把鱼磨成浆去了，在这里。嗯，那我们开始吧。为了保证鱼膏独特的口感，机器队争取在鱼糜的提取上打磨得更细，不肯放过一根细小的骨头。人工队这边刀光剑影紧随其后，丝毫不敢懈怠。三师傅，您这个剁的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啊，我看这个鱼肉好像还没有烂呢。还有，有色还有点点。嗯，对对，还有。那您抓紧时间，我看人家那边马上就开始已经要搅拌了。好好好。机器队这边鱼糜、淀粉、调料都各自到位，唐师傅还特意在外桶添加了冷水，这样就能降低鱼糜高速旋转产生的温度。德国师傅，我们开机。哎，唐师傅啊，您看啊，这个料啊，装盘儿一勺一勺舀出来啊，好像很费劲。这个挺不方便，收的好慢的，对的问题它不好清洗。哦，清洗。现在我真的想办法，好，一个会解决的。好。好，可以了。啊，可以了，现在就可以蒸了吗？去蒸吧。向师傅，咱这个肉馅做好了吗？做好了，我开了。做好了是吧？嗯，好。你看他这个切的根本就不均匀，这个手工做啊，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没那个他们那个机器是那么匀均匀。嗯，觉得咱这个口感能输给他们吗？口感不能不会输给他们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师傅也为鱼糜加上了淀粉调料。人工的展拌除了足够的力道之外，更需要向师傅保持足够的耐心。您觉得咱这边哪个好？我是认为向师傅的应该口味好一些，嚼劲好一些吧，弹性韧性。你看他这个多慢，嗯，我那已经可以出锅了。可以出锅了是吗？对。那现在您赶紧把它取出来好不好？好的。嗯。那向师傅，那咱这次需要蒸多久啊？蒸十五分钟。蒸十五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炉子太小了一点。就在人工队准备蒸鱼糕的时候，唐师傅机器队这边传来了出锅的消息。哎，唐师傅，看您这个已经出锅了是吗？对对。那咱这个上面为什么好像有很多水啊？这是水东西，这个没关系，估计还没有向师傅的好，小部分可能已经熟了。嗯。十多分钟过去，人工队这边的鱼豆腐也终于蒸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马大厨的意见。这是向师傅的啊，嗯，口感可以，就是还有一点点鱼刺，还有一点鱼刺是吗？嗯，做的时候啊没做好，嗯，有时候没做均匀，是咱着急了吗？啊，对。唐师傅做的这个怎么样？也还行，就是稍微咸了一点，味道也有一点点变化吧，这里有一点点涩。口感都差不多，嗯，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比他做的细腻多了。向师傅做的这个底虾好像明显要细腻一些，但这个好像能看到一些鱼肉的感觉啊。因为它是手工剁的嘛，嗯，它这边是机器打磨的。我做的鱼糕啊，就是有嚼劲，有嚼劲，有嚼劲。您觉得到底总体来说谁的好一些？唐师傅这里有点点涩味。嗯，啊，还有稍微咸了一点，嗯，然后向师傅这里嚼劲稍微好一点，然后品相要好一点，嗯，觉得向师傅的略胜一筹，他说的有一点道理，嗯，但是他这个评比结果我不成，这样吧，我提议啊，嗯，多找几个人评论一下，那这样呗，那个唐师傅也不太服气，好，那咱就让他心服口服好不好？好，在马大厨
厨的协助下，我们将人工队和机器队双方的比赛成果切成小块，分别装在圆形盘子和方形盘子里，并找到了正在附近就餐的一桌客人。在这里，我们将见证两个队伍的鱼糕在口感上的比拼。您好，打扰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带了一点小吃，给大家品尝一下好不好？好。现在是有两个不同的盘子，大家吃完以后呢，给我一个评价。我这边有纸片，那等一下如果喜欢吃方形盘子的，那就在纸片上画方形；如果喜欢吃圆形的呢，那我们就在纸片上画圆形，好不好？好。随着餐盘的前进，各自品尝完了眼前的鱼糕，在场的观众心里都有了答案。我两个味道觉得都还行，但是像我的话，我更喜欢这个圆形的。我觉得这个圆的好吃。为什么呢？圆的有点有鱼味。我觉得这个圆形的就是细腻，所以它会比较 Q 一点，然后鱼味比较浓一点。我觉得方形的口感也好一些，方形的我喜欢吃方形。那个方形盘里它这个有嚼劲，嗯，它那个感觉比较 Q 比较弹，那个这个圆形盘里面的嘛，感觉吃一口的话感觉里面还有点小刺一样，感觉有点 不太敢吃一样。在记者的组织下，大家都在纸上画上了自己爱吃餐盘的图形，一番清点，宣布结果的时候到了。比赛结果是向师傅胜，8票战胜5票。好，那我们恭喜一下向师傅好吗？那我下次肯定会把这个东西弄好，我觉得会把这做得比小根的好。嗯，好。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啊，我发现这个鱼刺的问题呢基本解决了。那么问题又来了，现在大家尝了这个鱼糕之后呢，都觉得还是手工的口感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实际上是它一个新一代机器的一个工作环节。嗯，原来它是用上下两层磨豆子的石头磨盘，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卧式磨盘。这个卧式怎么解释呢？它这一代的改进的卧式石磨，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传统磨盘把它给横过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在侧方向进行一个加压，而且还进行一个缝隙的调整，这样就比较方便了，更加细腻灵活，然后可控。对，对吧？它这样的话就可以不光把鱼肉给它磨得很细腻，连鱼刺也可以给它磨没了，就等于是我们在后边是吃不出来的了。嗯，但是他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好，像我们知道，如果像这种加压或者说这种很致密的这种摩擦过程中，它是产生热的，而且尤其是在高速的旋转中，所以它在这一步就产生了这种鱼糜事先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嗯，那么事先熟化以后，你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叫进蒸锅，等于就是二次的熟化。对，所以这个口感肯定会影响。对对对，对吧？对。然后进一步我们再看，它把这个云活机原来是一个单层的一个桶的结构，它现在改成了一个双层的桶，它希望在这种过程中它这个鱼糜的温度不会上升太快。哦，但实际上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它跟外壁接触的鱼糜的温度可以降下来，但是它在一直搅的时候，在中心部分还是有一部分会提前熟化。啊，也就是还要从这个两步入手。对的吗？嗯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发明人是不是已经悟到这一点了呢？赶紧去看一看。和人工队相比，唐师傅的第二代机器在速度上是略胜一筹，在口感的比拼上却得不到现场观众的满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比赛结束之后，唐师傅虚心请教马大厨，马大厨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打制鱼糜是制作鱼豆腐最为关键的环节，而控制鱼糜温度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技术难点，因此重点集中在了控制鱼糜温度上。那么鱼糜温度又该如何控制呢？同时机器打制鱼糜造成大量浪费，鱼骨当中的营养物质也随之流失，鱼骨又能否一起研磨成鱼糜呢？马大厨的话常常萦绕在唐师傅耳畔，营养丰富，光滑细腻如豆腐，这不正是他长久以来坚持做鱼豆腐的目标吗？目标有了，改进就变得明确了，一番调整，新一代的机器终于制作完成了。这个是咱那新机器吗？啊，对。那
记得好像上次咱四台机器，现在怎么是五台机器？哪个是新增加的呢？这个是增加的一台主机。这个是新增加的。对。这个鱼是整条放进去，还是把那个鱼都处理好？是整条都可以。整条都行啊。针对上一代鱼糕的口感不佳的问题，这一次唐师傅为机器增加了切鱼机，经过去鳞处理的整鱼可以直接切成鱼片，这样就解决了鱼骨分割的问题，有利于下一步的研磨。更重要的是，鱼骨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保留。这个机器变化不大，就是无非是增加功率了，这个是改成卧室了。卧室是吧？对。看这个好像不太一样，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它是鱼的性质不同。它有时候有鱼皮。有硬的，有圆的。你这个可以关进来。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刀箱了，它是一个刀箱作用。而且这个这砂轮采用的大一号了。入料口啊，加料口，还有这个好像都改进变得都挺大的。为什么这么改进呢？反正有时它这个加工磨的过程呢。就是怕它产生温度，这里可以通过加冷水或者加冰水，反正到适应的时候，随时可以控制这个鱼浆的温度，这个调节水流量。为了改善鱼糕的口感，唐师傅还特意调整了砂轮的研磨空间和研磨细度，并且采用冰水来降温，中和鱼肉高速旋转产生的温度。相比上次外桶降温，这次的降温更为彻底。除了在温度控制上有所改善，这次唐师傅在机器的结构上也做了很大调整，云火机的操作也更加便捷，取鱼浆就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工作完了之后，这样就可以清洁下来了，倒出来了。倒出来了。哦，那这个好像改成方便多了。是平的。还有吗？我那个中锅也改好。啊，中锅也变了。也改过了。我们看一下。你看。空间大了，再一个就是比上次使用的更方便多了。要是你想炖别的东西，或者炖米饭、炖什么东西都可以。新一代的鱼豆腐机增加了一道切鱼的工序，先将鱼肉打成条、绞成丁，最后打磨成泥，形成鱼糜。这样的思路能否最大程度地提取鱼糜呢？整个流程的加冰处理又能否把鱼糜降到适宜的温度？这一切试了便知。安排好食材和原料，一切按照新机器的工序顺利进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利用新机器做出来的鱼豆腐就大功告成了。味道怎么样？味道可以啊。可以是吗？比那个味道好多了。哎，唐师傅，刚才我尝了一下咱做的鱼糕，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跟上两代比啊，感觉质量提高了很多。那这样吧，我组织一场比赛，您敢不敢参加？那可以，肯定可以。那我们就说定了。好，说定了。布置好了场地，准备好了食材，在向师傅的带领下，我们召集了当地最为优秀的鱼糕师傅，看看到底谁做的鱼豆腐好吃，孰优孰劣，比一比才知道。您觉得今天这个比赛要怎么比呢？第一个是比的味道嘛，要弹性十足，然后颜色美观。向师傅，我看您这边好像准备了十位大厨啊。这是我叫了十个高手。咱这位十位高手啊，都是我们的精英啊。唐师傅，您看人家这边啊，高手云集啊，那咱这块好像这人数有点少。我本身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都能干个他们，肯定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咱今天准备了多少条鱼啊？我给他们准备了20条鱼。20条。机械队10条，那个人工队10条。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预备，开始抓鱼。一声令下，比赛马上开始，双方各自抓鱼，奔向了自己的阵地。刮鱼鳞的刮鱼鳞，剁鱼糜的剁鱼糜，场面十分热闹。哎，师傅，看您这个挺娴熟的，不能少哎。还可以嘞。您这个宰这一条鱼得多长时间？只要2-3分钟就可以了。2-3分这么快啊？那看来咱这边是不是赢定了？对，我们就是要赢定的。您觉得咱这边能不能赢啊？一定能赢。一定能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干了10年了。行，你好，您
这是哪一方的？我是这些人工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工队这边人多势众，因为纯手工啊，不用经过那种机器啊。我觉得赢赢人都会赢啦，我们相信他啦，我是干这一行的啦。我支持人工队，为什么呢？人多势众嘛，而且大家都是大厨，你没看到个个都是大胆身手啊，他们那边机器都肯定我们这边好。哎，霍师傅，你在这边做的怎么样了呀？一定能赢。一定可以啊。赶紧加快速度，我看这边人可挺多。人工队人多势众，机器队则依靠机器优势，切肉绞肉，分秒之间速度飞快。您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放弃还是可以的。哦，那您觉得他这边跟人工队比赛的话能赢吗？那他这个比赛也行吧。您现在支持谁呀？速度还是支持这边，那个质量基本上还是那边。现场的观众看来并不看好机器队，机器队稳扎稳打，加冰水，剁鱼泥，一切有条不紊，顺利进行。哎，师傅，我看您这做的肉馅还没做完呀。我们是赶紧做，这个没问题。我们这里是要慢的，人工都要慢的，我们尽量的赶快一点了。咱这边也不能认输了，好不好？对对对对，加油！好，加油！哎，大姐，看你这速度好像不太快啊。有点累，还能不能坚持啊？可以，没问题。啊，然后您加油好不好？哎，师傅，我看您做这个肉馅好像还挺细腻的呀。可以吧？你觉得咱这个口感跟机器的哪个好一点？这个。说不定，为什么呀？因为他的机械磨的肯定比我们这个还要脆一点。哎，您支持人工队还是支持机械队？支持机械队，这机器比那个人工快多了，越快越好。头两个机器嘛，我看了挺快的，比人工队还快。感觉用手工去做，它这机器直接下来就一下就把那个鱼磨碎了。唐师傅，您觉得咱这机械队现在能赢吗？能赢。能赢啊！我看人家那边人工做的挺快。看起来人多，机器它那个转速很快，是关键问题，我都觉得。您觉得咱这边能赢吗？能赢。我看您这里面还是放了冰是吧？对，要放冰。放冰的话呢，它就会有温度，这个鱼要一下就熟了。您这不是人工队怎么跑到机械这边来看呀？我感觉他们好像很快呀。他们这边快啊。那大姐您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还可以，但是我们可能手工的还更细腻一点吧，我感觉会好一点吧。那行吧，那咱这个比赛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去好不好？好。机器队的表现让人工队顿时来了压力，大家纷纷加快手上的动作，刀尖在砧板上飞舞，好似万马奔腾。机器队这次在各个环节都做了降温处理，确保鱼豆腐成型的质量和口感。郭师傅，您这在干嘛呀？这是洗沫浆的。那咱这个做完了吗？这个鱼以后就不新鲜了，就到融合了。到了进行融合。加上了淀粉、调料，只等机器开动，搅拌匀和。热了，之前就已经开始开了是吧？啊，已经开了都。这个感觉怎么样？现在？这个感觉可以啊。快一点。熟一点。啊。就成了鱼浆了。行，那我们抓紧时间装盘。霍师傅，我看咱这个速度好像真的挺快的。我们这个快的机械这边。他那边为什么要做那么久呢？他那边是手工了。那咱这个速度光快可不行，咱这个口感也得要求达到。口感也好。向师傅，您看人家这边好像都已经装盘了，我看人工队这边好像还差一大截。我们那边快了，这次开始做事了。那我们抓紧过去看一下好不好？好，看一下。好。大姐，咱这个为什么做了这么久呀？做得越久，它弹性越好。啊。大家抓紧啊！接下来咱就可以搅拌了吗？对。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我看人家那边速度可挺快，都已经马上要放进锅里蒸了呢。好的，加油加油。
家加个油好不好？我看加油加油。这边现在还在是拼命的在那里搅拌啊。您觉得这个速度上？是这个速度上，这个要是这样加工，这个味道可能都有一点变了。就在人工队奋力搅拌的时候，机器队传来了结束的消息。好了吗？好了。啊，你看。还在搅嘞。你看这里，还没有弄好。我们那已经出锅了。速度是慢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口感有我们这么好，我们口感应该比他们好。我们就比一下口感吧。那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他们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可以啊。你看他们那边还没弄完，我们这已经冻好了。哦。嗯，这次比上次可能看上去要好多了。好香啊！好细腻哦。嗯。看起来怎么样？好细腻的，好香。起来很香。现在能吃吗？这个？这个味道。冷一下，稍微冷一下。糖是吧？那咱这次做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好像改进很多啊？对对，肯定好。肯定好。对对。看来您这个挺有信心的。啊，这样嘛，几次了，肯定改进多久了？这样。来，你们手都调快一点。啊，好，可以了，可以了。开始装吧。向师傅虽然有些失落，还是督促大家把剩余的工序做完。速度上有所失利，在鱼糕的口感上，或许能够有所挽回。现在可以装了吗？真的。灯光时间合适。刚刚是要快速。这个速度太慢了吧？嗯，对，我这个速度真的是太慢了一点。嗯。但是我这个口感可能比他们那个好。哦，你还是觉得咱这个口感？对对对，我有自信。十多分钟过去，人工队也终于完成了鱼豆腐的蒸制。我们这里好了，姑娘们。好了。哎，裁判，你看我们这个比赛双方做的成品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嗯。您觉得这个外形上哪个会更好看一点？外观还是机子的好看一些。这边的吗？嗯。为什么呢？机子做的这边它光滑，看上去好像细腻一些嘛。哦，然后这个手工的颗粒多一些嘛。哎，裁判，那这样吧，我们把这个人工队的鱼糕跟机械队做的鱼糕分发给大家吧。好，可以。好，我们切一下。在马大厨的帮助下，双方的鱼豆腐被切成小块，分别装在相应的盘子里。哎，裁判，您觉得您切这个啊，机械做的鱼糕，觉得弹性怎么样？弹性挺好。弹性很好啊。韧性也好，看。哦，而且它都不断的是吧？是的。那您拿一下这个机械，刚才您切的这块，对比一下。这个好像毛孔就细腻了。哦，这样下来就没有是吧？嗯。它就细腻一些是吧？嗯。我们因为那肯定有点漏洞，机器肯定打得碎一点，它的机器肯定要好一点。像它那种，如果是说全部把鱼刺弄掉的话，那肯定口感可能会好一些。那裁判，我看您这个已经切好了，那这样好不好？那向师傅、唐师傅，那我们这样，我们。带着自己所做的鱼糕分发给大家尝一下好不好？比赛双方各自端上了自己的鱼糕，让大家品尝一番。品尝过后，大家也都有了自己的评判。口感好一点，细致一点。细腻。啊，对对，细腻。我们做的还是刺多了一点，然后他这边的话就完全没有吃到刺的感觉。嗯。哎，您这个是吃到鱼刺了是吗？对啊，上面那个鱼刺还在上面呢。这个是谁给您的？人工队的。我也吃到刺了。啊，这个是谁做的？这个好像哦，人工队。人工队做的是吗？嗯。吃起来这个口感怎么样呢？好像还是没有机器队的好。这个就明显感觉味儿挺重的。嗯。机器做的这个比较细嫩。哎，赵师傅，您吃的这是人工做的还是机械做的呀？机器做的。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可以啊。很香。你尝了人工做那边做的吗？尝尝。感觉怎么样？感觉不行，里面有好多骨头，好大一颗。咱那个鱼糕怎么样？很好吃的。很好吃啊。啊，做成以后就是像豆腐一样。感觉这个好像还真的很细腻。啊，很细腻呢，味道很好。啊，有点像豆腐那个感觉是吗？啊、是的。哎，向师傅，我刚才问了一圈，我觉得好像支持咱这边的人数有点少啊。吃了以后啊，觉得有鱼刺儿在里边。哦，是这样的啊、哦，人一多啊，这个手感呢就没得那么细腻了。嗯，我看咱这个好像颗粒是有点大，而且好像有的这个鱼肉，你看很明显都在上面呢。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再进行投票，您觉得咱这边还有机会赢吗？嗯，没机会赢。
抽搐是抽搐嘛。嗯。哎，不行就不行。现在您承认了是吗？承认了。那您觉得他们那个做的好吗？您看一下他们做的这个。这是个鱼翅啊，鱼骨啊，全部都做在里面了。这个鱼豆腐啊，鱼盐价值比较高了。那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称呼呢？那好，这因为这个比较观光嘛，比较细路嘛。嗯。看你这像豆腐一样。那个唐师傅。嗯。跟向师傅，我们两个人呢，端着自己做的食材，站到最前面。如果要是支持你们呢，就站在你们身后，行吗？好，来，我们站到前面去，背对着他们，好不好？支持手工队的站在向师傅后面，支持机械队的站在唐师傅后面。啊，那么各自就投票吧。现在您看这个满意吗？这个结果满意，觉得满意。我宣布机械队唐师傅胜。那是滚。唐师傅发明的鱼豆腐成型机历经三代大的改进，和传统制作工艺相比，在打制鱼糜和控制鱼浆温度上都有了较大突破，大大提高了制作鱼豆腐的工作效率，提升了鱼豆腐成型的质量，为传统人工制作鱼豆腐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认可。唐正平发明的鱼豆腐机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是很实用的发明。如果要改进的话，现在是由五台设备构成，那么可以减少这个中间的物料传递环节，使得鱼豆腐制作呢更加的一体化，还可以在多功能上下点功夫，那样会更好。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创意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新浪微博。再一次感谢华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我们下期再见。抽丝费时又费力，发明人如何运用智慧解决困难？全自动抽丝机横空出世，它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手摇抽丝、电动抽丝，终极决战，谁能取胜？请收看《我爱发明》，抽丝记。